Hello， 大家好，我是 Rock， 我是 Teddy。 Teddy 终于又到了周末了啊，对，我们又可以来欢乐的全神兽大对战了。嗯，你今天这是穿了一套什么衣服啊？这是一套白色的铠甲，是哪个队的？我也不知道，有可能是专抓露娜亚拉那个队的。是叫什么队来着？以太基金会？你这个叫什么？以太？是的啊，这就是以太、啊。嗯，你这是以太基金会的衣服。哦，那我是火箭队啊。嗯，刚好可以来对战一下啊。这，好，那开始吧。好，你先来招。走起，炎帝。哇，一上来是一只炎帝，炎帝还弱？炎帝还强。火属性很有用的。我的呢？好像没出。哦，哇，什么？我这瞬间、啊、你得了好多成就，因为你刚刚升级了版本啊。嗯，我的。拉蒂亚斯，啊，亚斯，这只椰蛋树，他在从上面观看我们的对战。嗯，亚斯呢？哎，哦，在这儿，亚斯，他已经落下去了。啊、对呀、啊，他落下来了，我还到天上找他。啊，我找到，哇，你看这个椰蛋树的尾巴，刚才伸进来了，哦、通过这个孔。哇，它的尾巴是一个大椰子。嗯，关一下雨吧。啊、关一下雨。Weather clear。他的。刚才他的大尾巴那个嘴好像要亲上你，来给你招了，啊，菲佣娜，怎么都是那么弱的？不错呀，一水一火刚好搭配。我的呢？我的呢？在这儿。雷杰斯，收走。哎，波尔肯尼还没放下，稍等。哦，来，波尔肯尼回去。好，继续吧。哦，又升进来了。嗯，对，会。啊。哇、哦，阿尔宙斯又是马赛克版的。哎呀，你最近经常用阿尔宙斯啊？嗯，我的又飞，是洛奇亚。哇、嗯，洛奇亚还行，该你了。好、啊，彪机，彪机又一个、嗯、马夏多。马夏多，哦，不错，哇，超有人气的这个。嗯，他的攻击力非常可观呢、啊。对。我的又飞巨鲸怪啊！巨鲸怪啊！我只听见飞的声音，我还以为又飞了呢。嗯，谁呀、啊？哦，谢米。谢米，天空形态。你今天的普遍个头挺小啊。嗯，我的，哇，个头小的又来了，比克迪尼。你、啊、来，哇，水军，哇，太极旗嘞，水晶炎帝啊！再来个雷公呗。我的，你没了。我没了，对，我说下集。哎，这次出现了吗？没出。那再来一个啊。嗯，来吧。嗯，在你背后，马基亚纳、哦。马基亚纳，好久不见，收走、嗯。好，开始学技能吧。好，好，这个超进化方面，嗯，拉蒂亚斯还是巨鲸怪呢？哦，对，我得拿石板。哦，对，你拿石板。嗯，你用什么石板？你打算？我看看啊。你打算克制我的谁呀、啊？我得克制你的。我先看，我先等你选完超进化，我再决定。嗯。不，我用拉蒂亚斯超进化。好，拉蒂亚斯超进化。融合超能被冰克啊、哦，那就冰吧。好，你选冰石板啊。嗯。哦，对呀、啊。啊？你没有超进化是吧？我没有。你要有超进化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你可能没有钥匙，因为你的存档是新进来的。嗯。嗯，你先看一下啊。嗯。待会儿有超进化的话，你需要去打一个 boss。嗯嗯。哎，第一局的对战，首先出场的就是他了。我看看啊，就是他了。三二一，走，马基亚纳。嗯，都是那马基亚纳好强。我用这招，我用这招花朵加农炮，球雨，球雨，哇，很顺利。潜水，在，嗯，应该来不及吧？花朵加农炮，耶，潜了，哎呀，躲避攻击。我花朵加农炮只有五个点，我换个招吧。反正能打死我。嗯，比如说用一招波导弹。好，潜水打了我一下，哎、打不动波导弹、哦，没有打死。哎呀，继续潜波导弹，我决定留点我这个技能点波导弹、嗯，我过半，好死了，终于干掉菲欧娜。炎帝，炎帝来克制我，没错。哦，赶紧走，炎帝来了，赶紧走。那就用这招，嗯，换人。冥想，洛奇亚，好、哦，冥想了是吧？嗯，炎帝，我们来用一招，嗯，嗯，龙俯冲，神圣之火，好，我打好少、哦，哎，萎缩了、哦，还好，赶紧换一招，神圣之火，气旋攻击，我打好少，也打不动，神圣之火，我烧伤啊，
炎帝，你这只炎帝比我的洛奇亚还要厉害。嗯，哇，无敌啊！神圣之火。那我烧伤之后，我的攻击力就减半了。不过气旋攻击是特攻。嗯嗯，那再继续气旋。为什么死了？我这次致命一击。这哇，厉害啊！啊，这一招比刚才那两招厉害多了。太强了。换人吧。谢米。小谢米啊，那你不是来上来吃气旋攻击的吗？飞风暴。飞叶风暴打不动我。我还有飞行系呢。给你干掉。这。飞行系没用，我还是对你效果绝佳。那我还是换人。嗯，你换人吧。那我用自我再生了。水军。哦，又上水军。水军对我应该也不好吧？我也没办法的。嗯，你有冰的话还可以。哦，这招。好，气旋攻击啊！气旋攻击没点了。这。哦，是因为你刚才那个炎帝有那种紧张感吧，压迫感。哦、那么龙之浮中。打不动，哦耶！我现在受伤状态，没有吧？打了我一下，好像哦，是灼伤了一下，烧了一下。神通力，来吧，神通力，这次致命一击，暴风雪，这次你打的也不少，也就不少了。神通力呀，继续，暴风雪，没死，暴风雪啊，躲避，又烧伤了一下，神通力，为什么暴风雪啊？没点了，好，神通力，你也被压迫感了，哎呀。好的，又干掉一只680的神兽，就是厉害。马夏多。好的，马夏多来了是吧？嗯，马夏多。 嗯，神通力，雷电拳，速度好快。马夏多是鬼加斗。嗯，鬼加斗的话，哇哇哇，除了他都被克制啊。嗯，除了比克提尼都被克制。哇，来吧，那就啊，比克蒂尼有超能属性，也怕鬼。哦，哎呀，原来如此呀，那我也得打了。火焰弹，抽到我打好多、哦、火焰弹，打不动、打不动。哎呀，我只能电光一闪，闪一下了。再随便来一下就行。啊，你有鬼，没有一下到你。好吧。马夏多真不好办嘞！耶，我的马吉亚纳，马吉亚纳，用一招花朵加农炮，扛住，有机会！耶、厉害！妖精克制了豆啊！嗯，好险呐、啊！还是上蟹米呗。小蟹米是吧？没有办法。看看谁快！激光术，飞叶风暴。哇，你快！当然是你快了。上雷杰斯，有冰，冰冻光束。哇哦，那我就不换了吧，你就送了吧。嗯，种子闪光，好，闪了我一下，然后我冰冻光束耶、哦 yeah、最后一只了。哦，阿尔宙斯，哦，这次阿尔宙斯的那个样子变了，对，变成了冰的样子了。嗯，啊、冰的阿尔宙斯，那么我用锁定。你什么系来着？纯冰吗？我是纯冰。纯冰啊。嗯，那我就冰对冰，这才光力喽。哇，并不是很有效，冰对冰。好了，我瞄准你了，电磁炮。妈呀，是个大的吧？大地之力试一下。好，还活着。啊、大地之力还行。哇，麻痹、啊、麻痹了，还好、啊，虽然没怎么打得动。充电光束。大地之力。好，我用了充电光束，速度开始比你快了。麻痹，不能移动。充电光束，大地之力。好，又充了一下，大地之力、应该是能磨个差不多给你。来吧，我继续充电。我好，你继续大地，我继续充电。自我再生。哇，四滴血啊！麻痹了，不能移动。耶、啊、嘿嘿，松了。充电光束。还好麻痹了，要不然被你自我再生升回来了。OK， 哎，我的视角，你的视角乱了。好了，好，你屏蔽我的谁？屏蔽洛奇亚。洛奇亚，那我留拉蒂亚斯吧。那我留阿尔宙斯。好，来吧，第二局。走起。在这儿，卡布雷。好，我的。艾姆利多。好的。来。三手恶龙、哦、哇哇，哎来吧，
胡帕，胡帕，哇，一会儿要解放一下，厉害了。哎，在这儿美若耶塔，耶塔，嗯，哇，这种形态还少见。哇，我今天全是超能啊！哦，哇，我好多超能啊，今天。然而我有恶，还有鬼。哇，那麻烦了。来吧。杰克罗姆，好久不见啊，杰克罗姆，超大块头，我的啊，杰克，出什么问题了？出什么？好，我也杰克罗姆。这好吧，超大魔可以合体了，合体了，我天，那你得再多抓一只才行，要不然你就少一个人，啊、哦，你到时候会被那个球雷姆吸掉的，杰克罗姆。对，那我得多抓一只了。帕鲁奇亚也很强大。哇，好，我没有了。你先，你先吸了。哦，对，露奈亚了。露奈亚，哦，我先吸一下吧。你先合体，嗯。吸一只鞋啊，嗯，然后你把它招出来，点它就行了。啊，要招球雷姆还是杰克罗姆？两个都要。当心爆炸都水牛。哦哦。等啊，我看看。哦、先来个白天吧。嗯，你在这试试。我招球雷姆。啊，球雷姆。哎哎，我点错了，我点错了。嗯。嘿。哎哎，是怎么回事来着？嗯。你跟杰克罗姆挨着吗？可以了。哦，可以了是吧？嗯、哦，变化了，变化了。我刚才按着 shift 就可以了。哦，很好很好。然后露娜雅拉，你再说去。嗯嗯。我的公园球。哇，你超强啊这次。嗯。哇，你是暗黑球雷姆啊。嗯。好，学技能。解放器应该也在这里面吧？解放是那个惩戒之壶。嗯。来吧。哦，我找着了，是这个吧？嗯、我看看，对，就是它。惩戒之壶。胡怕不要过来找我。变，哎，变，点影子，变，好，变了啊，哦，出现了，大胡怕，走吧，走，好，来吧，我先上的是他，嗯、来吧，三二一，走，艾姆利多，塔普莱莱，塔普莱莱，艾姆利多有点相近哎，嗯，啊，那么，嗯，预知未来，减半血量，玩得好啊，预知了攻击。然后睡觉，嗯，减半，还减半，我都睡觉了还减半，哦、oh, no. 睡着，然后我减半，我一时半会儿醒不了啊，那么用守住，还在睡，啊，又给我减半，然后呢，哎，我的预知未来还没打呢，不知道，哎，刚才我看好像是打了，然后没打着了，怎地啊？那睡觉啊，不能睡觉，不能睡觉，那我有可能会醒过来，嗯。继续减半呗，你躲避，躲避，yeah, 还在睡，还没醒。那么预知未来，再运一个，减半。好，我又躲避，又躲避。好，醒来了。有这么玩的吗？我预知了这下。嗯。那守住。那我就吸取之吻吧。好，我守住了。那么我要用的是睡觉。又睡觉，月亮之力吧。啊！直接灭了。这次预知未来运出来了。啊哦、好吧，塔布莱莱啊，嗯，塔布莱莱用，哎呀，没什么好对付你的，只能上他了。哦，杰克罗姆、给你个厉害的啊！你有妖精，啊、我有龙，耶！糟糕，糟糕啊，咬碎啊！月亮之力，哇，差点干掉，我也没死。哎呀，你速度快，耶！赶紧换人。哦。换人了，嗯，但是不告诉你，换你，美露耶塔，吸取之吻回一个，好，吸妈呀，你不动，那么用巨声，嗯，减半，哎呀，又减半，怎么样？啊、哦，终于改掉一个，哎呀，不错了，我的杰克罗姆已经被打残了，三手恶龙，三手恶龙的话。的话、哦，我还真没什么办法，只能用近身战咬碎。你先，哎呀，咬死，嗯，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应该比你快吧。Mega 进化，龙之波动，怎么的想拼龙啊？对呀、啊。哎，我的逆鳞是没学吗？你龙之波动比逆鳞可能打得多，因为它特工比较强。哦。好，来吧。那你快呀、啊，肯定你小灰鸡呀、啊。我当然快了，就看能不能打死了。嗯。龙之波动，活着。滴血，龙之波动。啊，还好还好还好。省那么多。来，龙之波动。这都不送吗、没办法了。送了。换人吧。嗯，龙家超能是吧？嗯。龙家超能，没事儿，我还有鬼。你有鬼啊？嗯。你心里有鬼是吧？
你这个是恶，嗯，是不是啊？恶加超能。嗯，我心里有鬼，确实有鬼诡计。我也没什么办法。我心里确实有鬼诡计。祈愿。祈愿是啥？祈愿就是下一回合会回那个，哦不对啊，那个是治愈之愿才是啊。哦、那我现在换上杰克罗姆来，杰克罗姆是不是就会回去啊？我不知道。应该是啊，杰克罗姆。嗯。我杰克罗姆残血了，我要让他回一点。盖掉了，杰克罗姆好惨呐、啊！上来沾点血量，结果死了。结果死了，太惨了！超德加鬼打不了，帕鲁加，来吧！哦，亚空列战，千灵奇袭，没过半。打不动。哎呀，浅了，浅了，我也没什么办法呀，面对你的鬼，有鬼果然厉害啊！嗯。水泡来一招，躲避躲避啊！潜力啊！刚才因为你潜啊，水泡。那我精神强念。好，水泡打动了，还不错，秒杀！耶！因为刚才我诡计了，大幅提高特工。啊、厉害呀、啊，胡帕！来来来，那么精神强念对你无效，我只能用龙之波动。好，波啊，死了！哇！哦、no ，你只剩下超强的了。嗯，先用谁？先用他，露奈亚拉呀、啊，亚拉亚拉，哎呀，又是鬼啊！亚拉亚拉你好多鬼，嗯，那 我特别多的鬼，我真的打不动这下，嗯，龙之波动啊！哎，哦，对对对，这个叫什么？暗影之光，好，打了一点点，哇，直接扛不住，直接扛不住，塔梅雷雷。来来，他们来来也是被你克的，也有超能。没错，我全是超能，你全是恶加鬼，这没得玩了。来吧，啊，继续吧。那月亮之力，哦、哇，一招打的剩十二。哇、啊，还没打着你，在月亮之力。no， 完全打不过。啊，直接赢了。你的裘雷姆和阿尔宙斯还没上呢，是吧？嗯，你要屏蔽谁？我屏蔽谁呀、啊？屏蔽裘雷姆？我看看啊。屏蔽阿尔宙斯吧。好，那我留裘雷姆。看看下一回合你裘雷姆有没有机会上场。嗯，我先关个雨。那我留的话，我留杰克罗姆。好，刚才杰克罗姆没捞着发挥。嗯，我要再给他一次机会。刚才太惨了，杰克罗姆。好，第三局换我先招了。对，来吧。哦，菲尼，又是守护神。嗯，菲尼，来。嗯，哪呢？在哪？好像并没有出现。没有来，又是他。那你这下不算重复啊？不算。你一个裘雷姆，一个杰克罗姆。嗯。铁，我的雷吉老肉。老肉，好久不见。我能不能再抽一个裘雷姆？你再来个莱西拉姆呗。走，在这儿。又是马加多。超强，超强。哇。盖卢卡，哇，也是超强。有个超强的了。来 ，Come on，哦，有一只龙。嗯。我的。达克莱伊，达克莱伊，错，不错不错。嗯，你走，飞走的，好像是暴飞龙，果然，哦，超进化的暴飞龙，那我得去打个 boss 了。嗯，对啊，你要超进化石是吧？嗯，你抓完了吗？你还没抓完，抓完之后再吧。嗯，我的史拉比，糟糕，你来，谢米，谢米，哇，总是招到重复的，这是你的好朋友。哎，我发现旁边有个差不多娃娃 boss，嗯，快去打他，让我灭了他。嗯，然后我需要合成一个那个盖欧卡的那个石头。嗯嗯，我这还打不动呢。工作台，你那一堆神兽居然打不过一个差不多娃娃，他也太那个啥了。好，电蓝宝珠到手，然后给我的盖欧卡。好。好，决胜局，没错，紧张激烈的时刻到了。嗯，当然首发是他了，来吧，我亲自首发，谢米，雷吉老肉，我你亲自，哎哎哎，怎么回事？跑回去了，来扔过来，啊，嘿，好，好了，中了，开始吧，互相克制啊，嗯，你有草，我有岩石，嗯嗯，所以我要用坚实攻击，好，那我要用飞叶风暴。哎呀，直接看掉了，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呀？这都可以的吗？
线米、飞行加草，嗯，电对你也没什么用，我只有用冰了。嗯，盖乌卡，哇，原始回归，一出场就原始回归，帅气。哇，来吧，原始盖乌卡，帅。嗯，上啊。那我还是飞叶风暴吧。哦，对呀，你也可以克制我呀。好好好，干掉干掉干掉，你也可以克制我，我都忘了。盖欧卡，嗯，是冰加水是吧？纯水，纯水，嗯，那好治。杰克罗姆，走人，走人，必须走人啊！看见他上来就走了是吗？对呀，啊，必须走人。上这个吧，这招，史拉皮，我，哎，哎，我换人了，为什么使出了一招冰冻光束啊？不知道啊。然后我没打你呢啊，对呀，啊，哎，这是，哦，这是有 bug 吧？哦，然后我亏了一招，亏了飞叶风暴啊，没死，没死，交错闪电，哎，打不中，因为我是草啊。好吧，飞叶风暴，好，咬碎是吗？哇，你的杰克罗姆又送了，杰克罗姆从来都是送的，我的刚才送了，这次你送了，无语了啊，爆灰熔。哇，超级爆灰龙啊！麦感进化这招，你肯定用了一招飞行的，来克制我的草。就不告诉你。那我就用一招预知未来算了。话说，我跟你说一下哈，嗯，我用的是咬碎克制你的超能。哦，这么回事啊？我彪。哎，还活着，很好。那么。自我再生，喷射火焰也行啊，喷射火焰，okay，你招式很多嘛。嗯，那么对付原始爆不是原始了，对付爆飞龙盖乌卡，哇，上冰冻光束，换不换人？飞翔能不能有你快？有，yeah，我快！哎呀，躲避攻击！哎，你为什么现在不是原始的了？哎，对呀，我怎么变回来了？我在冰冻光束。飞翔，哇，还活着，冰啊，死了！四倍克制是肯定能打死的，嗯，但是我现在不原始了呢。对呀，啊，马夏多，马夏多是比我快的，没错。哎呀，那我，这招，换人，换啦，换了，盖欧卡不能送。哎哎，我这也在稍等啊，我这也在稍等。嗯，出问题了，嗯，出问题了。哎，对了，我记得好像就是只要有原始回归的盖欧卡布拉多的时候就会出这个问题。对，这次又是这样是吧？嗯，好吧，又出现了这个不可理解的 bug， 我们也没办法啊。嗯，那么今天这一局就算你赢了。好，好，那今天的全神兽对战就到这儿了。好，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全神兽对战系列的话，不要忘记在影片下面点一下喜欢，还有就是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拜拜。